今天我们为大家做的新车试驾呢，特别选到一条山路为大家试驾，就是最近在台湾卖翻了，卖到现在都缺车了，甚至有些车主还没交到车了，早就定了，就是马自达3。我们今天试驾是5门，那上次我们在垦丁试驾是4门。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有关的消费资讯啊。第一个部分就是在入门款，原厂在2015年是呢都做了价钱上的调整，但是多了一个，我问了一下很多网友，很多人不爱的天窗。那说到天窗，我知道很多人不爱。那马自达官方也跟我强调，因为现在是进口车型贩售，所以他们的弹性会比较广。如果贩售个2-3个月，发现大家都不爱天窗，可能大家要别的，他们可能会改变一下规格，用原本的价钱没有天窗，可是又有其他的配备，也许在灯具，我看很多人要灯具啊。那在顶级版本，不管是我们今天试驾的是5门或是4门部分呢，它维持还是原价，它的售价。在5门的部分，最顶级的版本是88.9万，入门的是80.9万。我有点纳闷，就是为什么5门和4门它的配备全部都一样，引擎规格也是一样，底盘轴距都是一样，但是为什么5门硬要比4门贵了10000块？我查了，好像我去查日本吧，日本好像5门4门价钱是一样，为什么来到台湾5门要贵10000块？这个我搞不懂啊。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为大家试驾的就是全新上市。而且是进口身份贩售的马自达35门顶级车型。整个车头甚至包含 B 柱之前的造型和4门是一模一样的，头灯的配置一样有 HID， 而且有自动水平调整，另外一样有日间行车灯，也是 LED 的。整个水箱护罩、气坝，甚至包括雾灯座附近的造型，也和4门是一模一样的。那我稍微在试车之前查了一下日本官方 Mazda 4B 啊，它有针对这台车的外形，尤其是整个空力套件，轮圈虽然一样是18寸，不过我觉得这个造型更好看啊。另外，如果你可以稍微改一下悬吊的话，我觉得 Mazda 3五门改起来比 Focus 还好看啊。这个讲小声一点，在轮圈的配置呢也是一样，顶级的版本配置是18寸，它的轮圈尺寸是215/45R18。4门和5门入门的版本，它轮圈配置是205/60R16。后视镜上面一样整合的方向灯，它方向灯的位置呢，我们上次在垦丁试驾有讲过，就是在侧边，并不是在正前方啊。对侧面的警示比较好，可是对正前方来说呢，如果你错过了车头的方向灯，可能在侧面这边比较看不到。车门一样有非常便利的 keyless， 开关车门都有感应钥匙。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刚刚强调，在 B 柱之后，整个 B 柱之后的车厢空间。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非常爱，就是它整个车窗啊向后收尾的这个角度，以及很粗壮的吸柱，加上很漂亮的尾门，这个是我觉得 Mazda 3很漂亮的地方。今天如果我要选择一台代步车，自己驾驶，我一定会买这台车，因为它真的车车看起来，它有给你很基础的美，你只要稍微做一点改装，添加一些套件，啊，真的非常漂亮。我讲慢一点，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Mazda 3。非常漂亮的车尾设计，在后挡风玻璃上方有一个尾翼，另外它因为是5门掀背的关系，所以后面当然有雨刷。尾灯的设计部分 LED， 整个尾灯的排列和头灯非常的类似。比较重要的重点有几个，第一个，保杆下缘黑色面积很大，那左边写的 Mazda 3，很多人会去改掉这个名牌。右边 Skytiv Technology， 它包含了引擎、车身、安全，整个结构的设计呢。都采用了 Mazda 最新最引以为傲的科技，下方排气管是双出的设计。今天我们打开引擎，我们刻意把引擎发动，因为很多人很在意，就是
压缩比高达 14.0:1， 它的引擎噪音啊，大家可以听看看。等一下我把麦拔下来听看看，大概就这个声音了。在日本的话是 13.0:1， 所以 Mazda 来到台湾呢，引擎动力会表现好一点，可相对的其实我觉得噪音还是可以接受啦，跟柴油比起来它还是安静，但是很多人很 care 这个部分。它的排气量一样是 2.0 啊。说到排气量啊，我希望未来 Mazda 既然你现在是进口的嘛，其实油电车我觉得可以试着进口，搞不好有些人会爱。第二个部分就是 2.2D 1.5G 1.5 就是汽油的不妨也是同步贩售，反正你现在是进口身份啊，你进来你比较没有成本上的压力。这距离排气量是1998，其实它和四门是一模一样的啊。最大马力165匹，扭力有 21.4 公斤米，搭配的变速箱是六速的手自排变速箱。它的悬吊系统前独立麦花臣，后独立的多连杆，前后都有副防倾杆。这个打开后尾门第一个就是掀背车型的优势，就是它的整个尾箱开启的高度表现非常好，所以你在拿取比较大型的行李的时候，第一个你可以塞进车内，第二个拿取会比较轻松一点。第三个就是有些身高比较高的驾驶者你在购物啊，准备要把东西放到后尾箱的时候呢，头都会去撞到这个后尾门，很痛，这真的非常痛。整个行李箱的平整度表现很好，在行李箱的帐板的下方有小尺寸的备胎，这边有一个小帐板打开，这里面有一个千斤顶，当然它有64分的椅背的倾倒。另外在椅背的两侧有两个儿童安全座椅的一个挂钩如果你有装儿童安全座椅，这两个挂钩记得一定要固定。接着来介绍后座的空间首先它有60分的椅背的倾倒，在两侧这边有个按钮，它后箱并没有一个快拨的一个拨杆，当今天按下这个按钮，这边是6，那边是4它倾倒方式就这样，椅垫是不可以收折的，可是椅背它可以做倾倒这样它整个逼住之后的整个空间机能表现就会很好，这个是五门掀背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好了，接着再有几个安全配备，第一个车侧有气帘，第二个部分就是后方有两组儿童安全座椅的固定扣。那在舒适性的部分呢，比较可惜是后方没有冷气出风口 ，B 柱上面也没有出风口，我想也是大家比较诟病的一个地方但是它中间有个扶手，扶手打开这边有两个杯架另外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中间地板鼓起面积比较大所以你中间这个乘坐者呢，加上它大腿的支撑呢是比较往内缩的，所以中间这个乘坐者我来坐看看你看它脚要开开的，而且你坐起来就比较。因为它比较挺后面因为有一个扶手的关系，你坐在这个位置会比较挺这样你头部空间就会比较小，几乎剩下一个指头。可是如果你坐在旁边两侧，因为它座椅比较凹陷你坐在这里，你看头部空间一个拳头，膝部空间一个拳头，膝部空间大概是一个拳头再勉强在一个指头其实看四门差不多了，其实它的空间机能还是主要就是因为有六十分的椅背的倾倒我们等一下会到 Mazda 总公司下面，它有一台四门的车子我们会为大家示范一下，就是两者之间的空间机能的差异。接着我们介绍它的内装配备，首先它跟车门开启一样有感应钥匙那在基本的主被动安全循迹系统全车系标准配备，被动安全6G 气囊，这个在全车系都一样的。那上方这个天窗呢，很多人在跟我抗议这个天窗为什么在入门还要变成标配，还要多20000？没关系，如果你不喜欢天窗，可能未来还是会有一些销售策略上的改变。那说到销售策略偷偷跟大家讲一个，就是 Mazda 今年在台湾汽车市场有可能会引进的车型，不要去料我，偷偷跟你们讲，我现在听到的讯息就是马六的小改款，还有大家很期待的 CX3， 就是车迷在讲 7X3 的另外还有 Mazda 2， 还有 NX5。那为什么没有马六威根呢？原厂说今年车太多了，明年再说，所以马六威根要到2016年，讲完了。
来，提示造型上面这边有个萤幕哦，这个萤幕的外框我可以接受，不过内件哦，像这边在排档杆后面这边有个 Navi 的按键，原厂的行路有讲，照念一遍哈、哦，专属卫星导航功能 SD 卡尚在开发阶段，预计于明年，应该是今年的哈，2015年六月之后提供加价选配啊，所以目前呢，包含了倒车 CD， 它目前也是没有，不过倒车 CD 比较简单的、哦啊，但是还有一些基本的功能、啊、包含了蓝牙配对啦、啊，你可以透过这边有一个类似 iDrive 的旋钮，它有很多选项可以设定啊、娱乐啊、应用程式啊。应用程式呢，它又包含了你的油耗显示、维修保养、警告提示。警告提示应该就是一些，譬如说故障码了，你回原厂呢，可以即使可以透过这个按钮，可以知道你有什么故障码，甚至插一个电脑，大概就可以修理你的车子了。啊，所以基本的资讯都还是有。那空调系统一样是双区的恒温空调。啊、哦，空调系统下方这边有一个光碟的一个插槽，啊，那跟四门一样，我们上次在肯定有讲过，就是在恒温空调系统上方啊，这边有一个座，不过这个座被浪费掉了，它应该可以装一个，可能是弯定音响，可能是放这里，它应该可以装一个，就是置物空间会比较好。变速箱搭配的是六速的手自排变速箱啊，这个和四门是一模一样的，方向盘后方有非常好用的换挡拨片，尤其我们今天是在山上。在山路行驶，换挡拨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配备。中央扶手不可以做前后的滑移，但是它开启之后啊，这边有个小小的零钱盒，后面有个比较大的空间。另外有一个点烟座啊，一个电源供应，两个 USB， 以及一个未来应付导航的一个插槽 ，SD 卡的插槽，加上旁边有 AX。仪表板造型当然还是和四门顶级是一样的，中间是转速表，旁边右下角是时速表。右边有行车电脑的资讯，包含了瞬间油耗、油量的显示；左边档位显示以及分段里程的显示。上方抬头显示器呢，这个也是标准配备啊。当你先发动引擎之后呢，它就可以显示你目前的里程。未来不知道导航系统装上去之后，会不会顺便显示你，譬如说现在路口几百公尺要右转、左转，不知道会不会显示在上面啊？希望有。方向盘是手动调整的，它有上下、前后的调整。它的造型是三幅式的设计。右边定速装置，左边音响控制，以及仪表板右边里程电脑的切换。不过方向盘的握感的直径，我觉得可以稍微再粗一点，这样会更好。两张座椅没有电动椅，以八十几万的车没有电动椅，我想也是消费者另外一个有点生硬的地方啊。但是我是不喜欢电动椅的、啊，因为毕竟开车都是我一个人在开啊，所以我只要调整到一个坐姿之后，基本上我不太会使用电动椅。哦，电动椅的钱拿来用在别的地方，我觉得还比较超值。它有透气皮的设定，两张座椅的设定和四门也是一模一样的，整个支撑性的表现不错，大腿再多一点点会更好，不过我觉得也 OK 了，也够了。像我们刚才山路行驶啊，整体行驶过程中呢，不管是支撑性、包覆性的表现都很好。那刚刚经过一段的市区道路呢，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出四个轮子都会有不规则的弹跳，因为我们现在胎压才230和220 kPa， 大概是在33左右，33 psi 啊，它的弹跳就已经这么明显了。如果等一下换到热胎压之后，大概行驶个5公里左右就会到热胎压，你就会发现就是它弹跳会更剧烈、更明显。所以还是那句话，所有的车主在上路前开了一段路之后，最好去量一下你的热胎压。第一个你可以很明显感受出，就是轮胎那种好像空气的声音啊，轰轰轰轰的声音会比较明显。第二个部分就是你如果碰到一些下水道的一些铁盖呢，它的不规则弹跳也会比较明显。OK， 接着我们来到的就是一段山路哦。今天要测试几个方向，第一个底盘。刚刚在市区那一段呢、啊。Mazda 3的前悬啊都没有问题，可是哇，这个后悬真的是因为这个18寸轮圈啊，轮圈大漂亮美观啊、哦，有些人说轮圈大原厂诚意才高，可是当今天轮圈大的时候，如果原厂的悬吊的强度不够，就会发生像这样的情形，它的后轴的弹跳啊，左边弹右边跟着一起弹、啊，所以你后面会有一个很不规则的一个弹跳，甚至它会互相的影响。可是前悬就没问题哦，前悬的第一个在市区行驶啊，不管在切换车道、在十字路口左转、右转了、啊，它的精准度很好，而且你方向盘不用打太多。那接下来要山路啊，第一个我们把它拨到手动模式，
我们来看它的动力啊。我们不会做一些激烈超价的示范，因为这会影响到其他用路人了。我们只针对就是大部分的驾驶者在行驶山路的时候，你会用到的速度，还有用到的档位，而且你在转向过程的时候啊，车身的侧倾的晃动也好，你身体的晃动并不会很明显。这代表就是它车身的刚性够，加上轮胎的抓地力够，你就比较敢去踩油门的出弯。那有些车你在弯中就一直转向不足，或是车底晃动的比较厉害呢，驾驶者就在弯中还会刹车。像马三在这个部分也就代表就是它运动化表现没有问题。变速箱升降档的部分呢，反应算是快的，很迅速。虽然它是自排，但是它的整个换挡的准确度很好。当今天车速和转速都在容许的范围呢，升降档的换挡的落差也好，甚至换挡的准确度和速度都很好。台北市的路真的不是很好，我们刚刚在平路啊，它那个不规则、不舒适的后悬的弹跳，来到山路就不见了。所以这很难两全其美啊，除非你要做很多的车辆车体刚性的改装了，避震器的强化。像现在来到山路，我觉得它这个悬吊就够刚刚好，而且轮胎很棒，我很赞赏这套轮胎，加上油门的反应啊很迅速，所以你在出弯油门踩下那一刹那，动力就随传随到。我刚刚量了一下胎压，前面已经升到250 kPa 了，后面大概是230到240，甚至右后轮已经240了。那这个时候大概就是热胎压了，和热胎压在整个坑洞的处理呢，老实说跟230、220差不多，可是在山路行驶的侧向的抓地力，还有整个方向盘转向的精准程度呢，还是依旧表现很好啊。所以也代表就是马三你配上18寸的圈，以及原厂所尬的尬卡链哦，它的整个胎压的设定呢，大概冷胎压就230、220，热胎压在250、240上下就够了，两边轮子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这取决到你山路的右弯多或左弯多。再来一个就是引擎和变速箱了，变速箱的搭配成熟度很高，虽然和 Focus 比起来 ，Focus 有双离合器，但是我觉得这一套变速箱它的整个升降档，像我现在二档降到一档，当今天只要转速和时速在容许的范围了，升降档它是非常的迅速的，而且动力的衔接不会有太大的落差。我们还是强调一次，我们不做激烈的超价，维持的时速还是在60左右。因为大部分的消费者在走山路就是这个速度，那这个速度呢，如果你旁边载了妻小，或者是你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关键就是你在转方向盘会不会让你有恐惧感。有时候有的车你一转方向盘，你会发现哇，它怎么样越转越多，越转越多，越转越多。可是马自达3它的转向很精准，这一点是值得肯定，跟之前我们在肯定试驾的马三四门很像。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它的整个悬吊啊，就像我影片一开始所讲的，可能 Mazda 10B 去买一套吧，避震器。第一个可以降低它的车身，第二个部分就是外观件，不要去动引擎啊，因为动引擎的改装牵扯到保固。可是外观件如果可以改得漂漂亮，我觉得 Mazda 3是一台动静皆宜的车款。那我想会买轻飘飘底盘啊，会想开船的人啊，不会去看 Mazda 3，不需要安全配备的人也不会来看 Mazda 3。我觉得 Mazda 3的价值就在这边啊，像我们现在下山呢，它的方向盘的转向一样是很精准，而且刹车完全没有衰退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在机械回馈的部分 ，Mazda 3给你比较不像一般的房车啦，就是很温和，它给你稍微多一点运动化，也许引擎噪音，像我们现在看，如果你把转速拉高一点。这个引擎噪音就比较大一点啊，转速只要一高，引擎噪音一大，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说哇，怎么噪音会比较大一点啊？但是因为它给你比较好的性能啊，加上它油耗表现也不会太差啊，所以整体来说，我很喜欢这台车。今天假设我年轻个15、20岁啊，刚出社会，有点经济状况，要买台代步车，这台车真的是载女友。不会掉漆，在家人很安全，自己一个人开很帅，所以我很喜欢 Mazda 3，但是我会买5门。
其实 Mazda 还是有那个语音控制键啊，就是声控啊，我们来试一下哈、啊。导航，哦，没有导航啊，那再按一下。语音无法控制此屏幕。音乐，哦，就会到音乐了啊，再按一个。说出命令。主选单。讲话口急，对不起，再一次，对不起，对不起，再说一遍，不好意思，或者说帮助，主选单，说出命令，通讯，无以连接的设备要前进到蓝牙菜单，说连接，取消，取消了，哎，他不会取消、啊。无以连接的设备要前进到蓝牙菜单，说连接。连接。所以我为什么要提底的？语音无法控制此功能，请以安全的方式使用触摸屏或多控制器。正在退出语音模式。他就这样不理我了啊！再看看还有什么？哎，刚刚说还有什么？语音无法控制此屏幕，始终可以说。我知道，我知道。主菜单、帮助或教程。教程是什么？教程说所需的线路号。他这个，我看听。对不起，您说什么？请再说一遍。我或者说帮助。我跟他没办法沟通啊，帮助。说所需教程的线路号，对于一般语音教程说线路一，对于音频教程说线路二，对于电帮助说所需教程的线路号，对于一般语音教程、啊、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算了，可以了可以了。对于音频主选单，对不起，您说什么？请再说一遍您的命令。主说帮助，主选单，可以了。